不用它，可能以后唱歌就你的默契否夸张。如果你是月亮，嘴就张不开，现在很好笑，到时候就不好笑。其实我下巴的伤口不是最严重的，是我那个牙鞘，是这么说吗？因为它有裂开，我动的太多就会有点好像酸酸的感觉，这个就是矛盾的地方，可能心情非常的不愉快，非常忧郁，什么都不想做。但我想跟你说，想鼓励大家，你往前一点点，真的比原封不动好。突然想分享一个小小的，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凝重，太严肃。就是我就是开这个要重新开始巡回，其实相当的紧张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唱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下巴的伤口不是最严重的，是我那个牙鞘，是这么说吗？是牙鞘，那个骨头，因为它有裂开，它有一些是碎掉，然后不解释，反正它就是我动的太多，就会有点它好像酸酸的感觉，肌肉就是，所以我就是，但是这个就是矛盾的地方，我不用它，它有机会就是可能以后唱歌就你的默契否夸张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是月亮，嘴是张不开，否夸，现在很好笑，到时候就不好笑。所以，但这个我想分享的是心态的问题。也许有些朋友可能遇到一些，就是刚好你的心境是心态刚卡在那边，究竟要踏前一步还是原封不动？我想分享的是，虽然你可能心情非常的不愉快，非常忧郁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但我想跟你说，想鼓励大家，你往前一毫分一点点，真的比原封不动好。就这样，其实对我毕竟也是一个人，所以我跟大家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分别，我是非常感恩，非常开心，有那么多人喜欢听我唱歌，喜欢看我表演，真心很感谢大家每一位经常来看Fear and Dreams 的所有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遥远。
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是什么？